我现在已经不和别人争吵了，因为我开始意识到，每个人只能站在自己的认知角度上去思考问题。所以，如果有人对我说一加一等于三，我只需要笑着对他说：“是的，你真厉害，有钱把事做好，没钱把人做好。蛇不知道自己有毒，人不知道自己有错。你的好对别人来说就像一颗糖，吃了就没了，而你的不好就像一道伤疤，会永远的存在。”